那今天呢，我们还跟了很多动物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游行活动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动物好朋友吧。首先呢，是我们非常可爱的青蛙兄弟。哇，青蛙兄弟啊，今天乖乖乖，要用跳的来跟大家一起游行哦。接下来是我们可爱的蜻蜓姐妹。蜻蜓姐妹很厉害哦，她们会蜻蜓点水之外，还会翻跟斗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给他们拍拍手。那说到翻跟斗啊，就要讲到我们的蝴蝶姐妹花。还有，她们跳舞非常的厉害哦。这个蝴蝶的品种非常的可爱，叫做文秀蝶。对啊，可爱的蝴蝶品种。还有我们的牛大哥，牛大哥在哪里？好，牛大哥非常有活力。赞，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游行哦。那还有我们的水中的朋友，三只鱼兄弟。哎呀，有热带鱼，好赞。还有无锅鱼。哎呦，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啦，我们的虎神大王。大家好，我就是虎神。大家知道老虎的台语要怎么念啊？吼，没错，就是吼。那我们一起来吼吼吼三声了，一起来，吼吼吼！祝你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好。祝你赚大钱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没错没错，我们这里就是这么热闹。今天来到这里啊，来参加我们的桃园，这里算是我们全台湾滇缅泰最大的嘉年华会。来这里就是要带着我们动物朋友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昆虫好朋友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桃园米干大游行。对啦。有我们的桃花源，有我们的百货，我们都采取的表演，然后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呢。
Thank you.